儿子的眼神，满满的爱。陈小春与应采儿的大儿子 Jasper 参加夏令营12天，让山鸡哥依依不舍。日前释出接儿子花絮影片，却意外透露 Jasper 这件事。回去接儿子，虽然他也没有想念我，小儿子比较想我。他还有两个哦。12天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回瑞士去接儿子了。大儿子今天晚上就要见面。他在夏令营非常的开心，也并没有想我们的意思。只有小儿子每天都会打给我。想不想小儿子？想不想大儿子？大儿子想不想你？哇！妈，你买了一个 tea bag, Tiffany, and a short bag with only 钱包。I made you bath salt. Thank you. 我全部东西都拍下来了。OK. 这张517个照片。法文课我们去了那个 bakery. 有一杯红酒怎么说？有点烫，太干了。去 camp 的12天，有没有擦过油？这个事情很难聊。很难聊。每天都有洗澡吗？也不是每天了。刷牙吗？刷至少一次。所以你内裤都够吧？穿别人的内裤。为什么穿别人内裤？帮忙那么多条。我要拍照，因为我是导演。你是导演，然后你导播。导演，你穿得好邋遢啊。Ha ha ha!